《大秦帝国》第三部《金戈铁马》第十一章《雄杰悲歌》。陈仪明白，赵固顿时恍然。大军驻阴山，治所驻代海，进退自如也。正是这般，赵雍笑道：“廉颇将军，兼领云中相，立即筹划代海筑城与设置官署、迁入民户事宜。” 先叫云中郡响动起来。赵固与牛老将军征发胡人成军，可是史无前例。两年之中，定然要将此事办妥。牛赞慨然拍案：“我王莫担心，临湖东湖已经臣服，胡人精壮入军本是习俗，比我赵人入军还踊跃。二十万大军，两年后定然一支精兵也。”赵固道。 廉颇将军兼领云中相，阴山大军却由何人统领？赵雍笑道：“此事我已有对。楼缓出使归来，立即北上，直任云中相。廉颇将军还归大军，进驻阴山。我王此番北上，似有他图。”赵固看赵王笑得神秘，不禁疑惑。 使你等三人知晓便了。赵雍一脸肃然，我，要南下咸阳，探查秦国。啊！饶氏三位皆胆略过人，也是一声惊叹，比方才乍闻设立云中郡还要惊讶。赵雍心知三人必要殷殷劝阻，断然一摆手道：“我已有周详谋划，三位无需担心。” 只做好自己事。不，我王不能涉险。牛赞还是不管不顾的豁然站起。秦为虎狼之国，我王纵然雄杰轻生，也当以赵国大局为重。老将军之言，大事，我王不能涉险。赵固、廉颇也是异口同声。赵雍哈哈大笑道。 世间万事，何事无险了？秦孝公当年不孤身赴险，能有变法强秦？秦人能为，我赵人何不能为？因噎废食，只有窝在火炕头了，何谈大业？既然如此，老牛请做我王护卫。”牛赞红着脸嚷叫起来。赵雍笑道：“老将军笑谈了，只怕过不了云中，秦人。” 便早认出你这边军猛将了，脸色疏忽一沉。诸位无需多言，但看我阴山大战匈奴，秦国非但不落井下石，且你援手相助，便知秦国之天下气度也。不亲自掂量一番秦国，赵雍永远不会甘心。三位大臣不禁相顾默然。 这位赵王的英雄气度与超人胆略，二十余年来已经淋漓尽致地在赵国挥洒出来。别出心裁、独辟蹊径、敢为匪夷所思之举，更是常常令这些身经百战的将军们惊叹不已。十九年隐忍不发，悄然推行变法，公然自贬国格，其柔韧顽强，虽越王勾践亦未必能及。但发则匪夷所思。 胡服骑射，大军改制，临湖赴险，北海穷追，阴山血战，哪一次不是惊心动魄？历来君王不领军，赵雍却是每战必帅，伤痕累累由冲锋陷阵，以致成为赵军真正的天神军魂。但有赵王领兵，赵军便是杀气弥天，战无不胜。凡此种种。 赵雍之大智大勇，已经令赵国朝野由衷折服。而今，赵王决意要南下秦国，也许是赵国大出天下之天意使然。身为臣公，岂能执意为拗？次日清晨，雁门关飞出一支马队，在枯黄的草原风驰电掣般驰向云中方向，进入长城，进入秦国上郡。 三日后，这支马队从北地郡进入了关中，进入了咸阳。这日，秦昭王正在与魏冉、白起商讨赵国称王后的应对之策，长史王姬带着官士匆匆进来禀报：上商方有一胡人马商，气魄惊人，要以三千匹骏马交换官士精铁。 三百万斤，请命定夺。上商方本是秦国在咸阳专设的山东六国商区，官市却是秦国府库设在上商方的最大市意店面，专一收购秦国急需货物，同时外卖秦国府库的积压器物。精铁是兵器原料，秦国历来严格禁止流出；骏马却是骑兵急需。 秦国历来大量购进，今日竟有人以骏马易惊铁，且数量如此惊人，一时间，秦昭王三人都愣怔了。怪哉！丞相魏冉先惊讶了，一个马商要三百万斤精铁，何方胡人？其人自称临胡马商乌斯丹。 关氏小心翼翼的回答。白起皱起了眉头。以秦国急需购进之物换取秦国严禁流出之物，此事颇有蹊跷。张使，秦昭王一挥手，将这个马商请进宫来，无德张扬。臣明白。王姬答应一声，领着关氏匆匆去了。 大半个时辰后，东偏殿外廊传来坚实清晰的脚步声，白起的眼睛骤然一亮。接着，王姬疾步走近，低声禀报：“林虎马上已在殿外廊下。”秦昭王一点头，王姬转身快步绕过了高大的黑色木屏，走出殿口。片刻之间，那坚实清晰的脚步声砸了进来。 王姬那急促细碎的脚步，丝毫不能掩盖其夯实落地般的力度。秦昭王三人的目光不由自主的齐刷刷聚向高大的木屏，骤然之间，都是一惊。大屏后，砸出了一个异乎寻常的胡人。雪白的一件翻毛皮短球。 紧身皮裤半截塞在高腰战靴中，拦腰一条六寸多宽的褶色绑带上，左嵌一副小型铜机弩，右插一口皮鞘镶珠的弯刀，头戴一顶火红色翻毛大皮帽，灰白的长发披在双肩，粗糙黝黑的大脸膛上，一副求知纠结的连鬓大胡须，喷射的刺猬一般。 高耸笔挺的鼻头泛着油亮的红色，深陷的双目中两股幽蓝的光芒。身材虽不甚高大，当殿一立却是山岳般岿然无一撼动。林虎，马上乌斯丹，见过秦王。马上一扬左手，而后双手一拱，一个递到湖里。秦昭王恍然笑了：“贵商远来，入座说话。” 转身高声吩咐：“来人，三绝秦酒。”乌斯丹哈哈大笑：“胡人好酒，三绝只甚得牙缝，久闻秦酒干烈，至少一坛过尽。”好个胡人英雄！秦昭王少时也曾在燕国内乱中与胡人杂处，熟知胡人酒风之烈，骤然间倍感亲切，拍案便道。 一坛百年凤酒，肃立一侧的王姬一挥手，两名小内侍抬来了一张酒案，中间一只泥色陶坛，两边分别摆着打酒的长柄木勺与三只酒爵。秦昭王笑着一指酒案：“老秦酒一坛六斤，英雄分爵，慢饮了。”乌斯丹又是哈哈大笑，没有说话。 只站起来，走到酒案前，提起已经开封的酒坛，举到嘴边，仰头之间，长鲸饮川一般，不见喉头咕咚之声，更没有滴酒洒出，只闻一阵细亮的吮吸声息。片刻之间，乌斯丹将酒坛“咚”的一声蹲在了岸上。果真好酒。这一下，非但秦昭王大为惊讶。 便是粗豪过人的魏冉与天赋奇胆的白起也惊讶了。秦军中不乏豪饮猛士，可要谁一口气滴酒不洒的将一坛老秦烈酒饮干，只怕是比登天还难。当年白起做族长，足下孟贲、乌霍两名大力神，一次可饮六坛老秦酒。 可那是咕咚咚豪饮，酒水顺着嘴角激溅出来，连衬甲都渗得湿淋淋的，如何与这乌斯丹干净利落的银发相比？乌斯丹，这英雄豪士也！秦昭王不禁拍案，高声赞叹。乌斯丹连连摆手道：“饮得几坛酒，算甚个英雄？只你中原人不知胡人罢了，皮囊装马奶子，常在战马池区间大喝。” 日子久了，皮囊一沾嘴，这肚腹便是空空山谷，大嘴巴便是西风谷口，一气吞吸，却又何难？如此说来，你可一次饮干一囊马奶子？秦昭王更是惊讶。骑士皮囊一囊八斤马奶子，这是两日军食，不能一次吸干。魏冉脸色疏忽阴沉。 这位乌斯丹，你究竟是马商还是林胡将军？乌斯丹笑道：“是马商，也是将军。我胡人没有官商区分，出来做马商，回去做打仗将军。丞相不知胡人风习吗？你如何知道我是丞相？”魏冉突然声色俱厉，乌斯丹哈哈大笑。 老鹰就得在天上飞，骏马就得在草原跑，游荡的牧人谁个不认得他们？你是丞相魏冉，他是上将军白起，我胡人不当知道吗？林胡已经被赵国追杀到北海，日前又臣服赵国，要巨万精铁作甚？魏冉撂过话题，一句直逼要害。 狼群进入草原，牧人要为羊群筑起结实的围栏，为狼群打好锋利的战刀。秦昭王目光一闪，如此说来，林胡还有复仇大志，夺我草原，杀我族人，屈我于寒天冻土。若是中原英雄，又当如何？秦昭王思忖间道：“林胡要单独复仇。” 亦或，连接匈奴，一并复仇。战刀还没有打造，猎人还没有进入猎场，怎知道一起狩猎的朋友？秦昭王正色道：“将军若是林胡单于特使，便请明言。若秦国与你成交，林胡该当如何？” 吴思丹黝黑粗糙的脸膛涨得通红，酒气喷发之下，似乎分外亢奋。大邦若卖我三百万精铁，我林胡十万勇士便要夺回良海草原，猛攻赵国背后。秦国若能从南夹击赵国，林胡与秦国分了赵国这只肥羊。之后如何？秦昭王微微一笑。 秦国是天上老鹰，赵国是地上糊涂，林胡臣服秦国。哦，家底儿终究是兜出来了。秦昭王呵呵笑了。大胆！魏冉啪的拍案而起。胡人匈奴几百年掳掠中原，亲临华夏。 如今竟要借秦国之力卷土重来，狼子野心何其猖狂也！我今明告于你：赵国驱胡，华夏壮举，秦国岂能落井下石？赵国与匈奴血战，便有我大秦十万铁骑在后，平得胡患。纵然赵国与秦国为敌，也是我华夏邦国之争，秦赵自当堂堂正正决战疆场。尔等外敌鼠辈！ 若敢火中取栗，当心秦赵联手，剥下你二十万张狼皮。<noise> 魏然本是粗豪伶俐秉性，这番话霹雳闪电一般，震得大殿嗡嗡作响。真是一只老鹰。那乌斯丹目光炯炯的翘起大拇指，高声赞叹：“胡人虽与中原为敌，却是敬重英雄朋友。” 丞相骂得好，哈哈一笑，却又对着秦昭王颇为神秘的压低了声音：“乌斯丹听说了，赵国要设云中郡，可是欺负到秦国头顶了。秦国当真不恨赵国？”秦昭王脸上露出笑容，语气却是一板一眼。临湖密使乌斯丹谨记。 秦国、赵国，同种同根，纵有争端，自有大争归一之道。与你临湖，却是无涉。乌斯丹的目光疏忽收敛，良久默然，突然起身道：“秦国不忘同种同根，大义之邦。乌斯丹敬重秦国君臣。”说罢，对着秦昭王深深一躬。 挺直身板，又是慨然拱手。生意没做成，乌斯丹告辞，转身大步通通的砸了出去。骤然之间，红钟般的哈哈大笑在宫殿峡谷中回荡开来。白起，你以为这个乌斯丹如何？秦昭王看着一直没有说话的上将军。 白起悠然一笑。以臣存多，此人绝非林狐马商，亦非林狐密使。哦，可能何人？可能是新晋成王的赵雍。啊！秦昭王与魏冉不禁浑身一震。臣之叔父白山。 当年曾几次护送张仪丞相入赵，见过当年的太子赵雍，后来几次对我说起赵雍意向，今日留心，一夕符合，何不当面揭破？魏冉急追一句。白起笑了，丞相不觉得今日结局最好吗？ 秦昭王恍然一跺脚，道：“快说，追不追这个赵雍？”魏然立即道：“白起说话，你一直思虑，当有成算。非但不能追，还要隐秘保护赵雍出关。”白起站了起来。有赵雍在，秦赵至少十年无大战。臣正要回蓝田大营。 此事由臣处置。赵雍，匪夷所思也。秦昭王长长的喘息了一声，已在作案前兀自嘟囔：“不可思议，当真不可思议也。”白起、魏冉刚走，秦昭王便接到云中将军密报：赵王乔装胡地马商，率一个百人骑士队秘密进入秦国。 秦昭王拿着泥封语书，半日没有说话。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十一章《雄杰悲歌》，就为您播读到这里，下一期我们再见。